迎收睇《时代足球总会》德甲组联赛，咸田制霸 FC 对和里飞嘅赛后精华。咁啊，先开波嘅咧系和里飞咧就着住黑色衫嘅，而白色衫嘅咧就系咸田啊。咁啊，睇下和里飞嘅攻势啦。禁区顶会唔会自己试下？果然自己试下，右脚一抽，抽翻个网仔啊！远处网仔入网，1-0啊！咁啊，入波嘅系童卓华。咁啊，呢个球员咧速度同埋技术都唔差嘅。咁啊，睇下呢球啦，佢接应咗队友。都唔使望下个笼喺边啊！耷低头望住个波，就用右脚拉翻个远处。和李飞领先1-0。之后咧呢度见到咸田嘅攻势，两个黑衫埋去逼佢，但系冇问题，俾佢过咗。但系啲水就为佢造成问题啦，佢跣低咗个波落翻黑衫脚下，但系未解晒围嘅，有白衫杀到，第一脚撞眉又弹柱，第二头再保中都系唔成功啊！弹柱而出，有啲可惜啊！只有一个直线上到去，拨环俾后上嘅队友，两个白衫俾佢中间突破咗，射翻埋去，2-0啦。呢球就相当果断啦，立到个波，见到前面冇人就即刻嚟啦。咁啊，见到郭伟忠其实喺后场一路一路咁样跑上去噶啦。虽然严格嚟讲就唔算跑得特别快嘅，可能都罩忌场上嘅水啦，即系地面湿滑。头先都见到系有人会跣低嘅。咁但系呢球佢成功喺两个白衫之间突破咧，咁都系值得一赞嘅。咁之后呢度见到咸田嘅攻势困唔出底线黑衫，结果酿成一个机会啊，俾佢传到去尾处。就俾到咸田嘅球员用双脚合埋大髀撞入啊！咁讲紧嘅就系张耀荣啊！呢球其实有黑衫埋去困啦，但系好似困翻个波入翻界里边，咁啊俾到咸田嘅队友传到俾阿张耀荣啊！追成较接近纪录1-2啦！而家见到和里飞嘅攻势啦，抌喺一个位置嗰度，后上有队友追到嘅，但系呢球就射得偏差咗少少，谂住射翻远处都系几好嘅一个想法嚟嘅。之后咸田嘅攻势，呢个直线上去俾黑衫截到，后场再组织啦。点样做？一个长波最直接送得入去禁区里边，拐过埋龙门冇问题，3-1。呢个反击打得干净利落，三脚波啫。入波嘅系陈俊桥啦，咁睇一睇嗱，第一球截到呢个波，第二脚做个长传。立落嚟，拐拐就掃埋入去啦。和李飛領先到3-1。之後呢度又俾人打到個荷包喎，再推過一個喺右路中間有隊友後上㗎，會唔會傳去中間？決定自己嚟啦。洪卓華今日已經入咗一球啦，今日再入多球，梅開二度。果然有信心就係唔同啲啊！呢球其實傳埋中間俾佢嘅隊友咧，可能效果都唔差噶。但係佢有信心，決定自己嚟，角度唔算特別開揚嘅啫，但係射翻個遠處冇問題。和李飛領先到4-1。咁啊，上半場到4-1，下半場咸田能唔能夠絕地反擊呢？咁啊，下半場佢哋開波，睇下佢哋點樣處理啦。咁喺度龍門球開個短嘅，再斬個長嘅上嚟，揾到隊友，唔會自己左腳試下咧，左腳試下，睇埋去咧呢、這個角度判斷唔到爭幾多個波位，但係就好近磅啊！繼續都係鹹田嘅攻勢，傳上禁區頂，轉到身，有兩個埋逼佢，再射埋去。如果唔跣腳嘅話咧，可能射得仲好啊！呢度个波传咗个后场嗰度，但系呢度竟然有个甩漏，呢个甩漏龙门责任都唔少喎。睇多次咧，其实系由白衫啦，就谂住传个波上去，点知散到黑衫背脊，咁啊好自然咁样拐翻俾龙门啦，以为冇乜问题，结果酿成一个空高。龙门谂住举高只脚踩定个波咁样啊，睇佢动作，但系结果就喺佢举高只脚嘅时候，个波漏咗入网啊！咁啊落后到1-5，但系咸田都冇放弃嘅，继续有啲攻势嘅。呢球其实个路线射得几靓嘅，但系就系唔中目标。即系呢个黑衫嘅攻势传咗埋远处，又冇咧撞柱弹翻出去，龙门接实，争紧少少嘅咋，一两个波位啦。龙门抌翻出嚟，会唔会再嚟啊？出埋街，
球证就吹完场啦，最后和李飞赢5-1。